我们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现场的朋友，今天的这个聚会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聚会，所有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领导，我们过了今天这个聚会的朋友们，我们也感谢你们，我们谢谢你们，我们谢谢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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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们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